办法做。飞机什么价？五百，那什么价？五百块。我未知啊，妈妈，飞机比你五百有俗啊。八十七的。我好一斤飞机话者四百几块啊。七十八嘛，差不多八十七就好。加三斤啊，加三斤啊，来什么价？五百的。他应该是开玩笑。五百块，娃娃你哥应该什么价？五百。我知道他几岁啊？你要吃花吃的嘛，五百块五百块。那不然飞机五百的，五百块五百。好，小姐。我未知啊，这三百卖你五百，只不过剩百几块尔，你免去考虑啊。来什么价？五百的。够内行的。我什么价？五百块。我现在真卖你五百，你都买袂落吗？我什么价？五百块。电池啊，差不多。啊，我什么价？五百的。身道免烦恼，计数你也免烦恼。来，什么价？五百哇。来，什么价？五百的，五百块，五百。加三百卖你五百，有俗无？哦，有够俗的。菜车你买无？无道理。哦，死人。菜卡生啊，泡回来买无？江西价。一个人数字，花枝的飞机哦，这美味哦。你莫当游遐咧买哦，一人四只，无安尼啊，一人五只，四百只。卖小，四百只。当做鱿鱼摊卖。我飞机叫地市啊，我飞机叫地市啊，一人五百，一个人五十，这叫花枝啊哦。一人五百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八人个，无安尼啦。哎，这当做鱿鱼摊卖哦。今天哦，妈妈，卖笑动作啥？妈妈，回馈给您，您等个食食炒炒得了，炒芹菜、炒芦笋拢好食，全部才七个人客，五百块几支安尼啦。嗯，恁加食，我当作目前拢油压咧卖哩，这是飞机哦，这是飞机哦，这是花枝哦，一样平摊。来加一个，两个，两三十，两个人客，上尾三个有啊。五百了，来加三个。好啊，三个，不啊！你那边三个哈，三个啊，好。哎，小心啦哦！这个不会啊，要求啊，这个就不懂哦。这个当做鱿鱼在卖。喂，你买两份呀？买两份咯。这四百块你敢吃了？一百了。喂。还先出了。你坐到剩这边喽，全到吗？没。这我要落去啊，这些。那边给我到咸猪排俩，小姐。那边很多人。有买过来哦。阿姐，我是跟你讲哦，这是我的招牌哦，算是我的招牌了。你今边来问到咸猪排，免五百、三百都有，什么价？300块、300块。来300。我行就300嘛，两条都开600嘛，三条都开900嘛。来，我变来什么价买咧？我来讲啦。这条的那个七只，用烤的用炒的好吃，一人四条，300的。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300块，三百块，一条的、两条的、三条的。来，我加一个。三条的、四条的，我什么价？300的。来，一条、两条的、三条的、四条，我什么价？我要三个呀。一条、两条的、三条、四条，我什么价？300块，300块，300块，减低吧。我什么价？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我什么价？300的，300块，300块，300。我什么价？300，减低吧，300块，300，300，我什么价？减低吧，300块，300。还有人要吃吗？都有了哈。妈妈，我来讲一下哦。恁家宝贝玩恁啥啦？我阿妈吃过，你叫我买坐，我会惊。恁相信我一届卖死咸卖死甜，一人炸两条当个试吃，150落去摆。150啊！150十块买，150我要吃。这好吃哦，这我们的招牌哦。我要吃了150多，这边十块买一提钱啊！我想要吃了150落去摆。我有买啊！我想要吃了150。我买了150，我想要吃了150。啊，这炒好买，足好吃啊！我咸料足好吃啊！哦，十块买啊！十块买啊！试试看看。我那边人家固定的那边还了，我想要吃了150落去咸料150。我什么价？150，然后两条150，还要吃吗？全部两个人给杀了，给我150。150还要吃咸猪肉吗？哎，妈妈，好吃。这条咸猪肉买几十块啊？你还免考虑啊？爸，我什么价？150，然后全部两个人给，全部两个人给，全部两个人给，什么价？妹妹，很好吃，你莫买，超级好吃的，谢谢。平安美女，平安美女，全部一个什么价？150，妹妹，真正好吃，我一直拿袂过。全部一个150，然后啊，出去包，妹妹，谢谢你，多买一点呐。你多买点，我送你一个小东西，快点的，送你一个飞吻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干嘛？姐姐小东西啊，哦，最后，下不下黑矮？啊，黑矮啊，黑矮下不下？不错，汤饼，黑矮下不下？汤饼，好吃不？要吃的人给注意听，四个客人先提钱哦，先提钱哦，抢出来哦，先提钱的，无呢，很爽的，好不好？我送一个，好不好？快送个两手。
哦，你好，哦哦，你家里应该可能无你爽的款啊。哇哇，讲笑讲笑。六个人客，一边三个，一百人，一百块钱，一百。我叫两个。一百呢？哎，一二三，没了。小姐。没了没了，钱拿去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先没了没了。收吧。哎，这样不要，这样不行，先拿去。哎，太好摆。太好摆。对呀。这样。哎，四个哇，四个哇。两零啊，两零二，直接一四给的，外交牌。我现在慢慢，我这包卖你有够俗的，谁来有够俗的？无赚钱啊，真正无赚钱。我这下在啥？我来讲，我现在这包是外交牌，内底有两种物件。我好你买无啊？内底有单咧卖一四给，你阿问看卖讲头家，你的一四在创啥？加放鱼翅较假俩。我这是放干贝啊鲍鱼哦，食无干贝，食无鲍鱼，两个人退钱就好啊。我好一点够开偌济？开三五以上。一人带一包来，什么吃？免三五，什么吃？哎，买买走，新年快乐！两个人给，三人给，四五六七八，八人给，什么吃？三百多，什么吃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什么吃？鱼翅给，干贝鲍鱼翅都什么吃？三百，无安尼啊！恁这人给，我一间机会。每个都是走。你若买回去哦，我存车无啊。你若买回去，只要一包歹吃，摕回来。哇！你这歹食，无你讲的有干贝有鲍鱼，摕倒来退钱。一包卖三百，来我讲，一包等试吃，全部四个客人，三百三百，不是六包，先退钱的四个，三百都什么吃？哎，三百块！哎，三百都什么吃？干贝鲍鱼翅跟三百，上好吃我什么吃？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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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有啊！来，谢谢，感谢你来。来，退过了啊，没关系。来，妈妈，我问一下哦，你们要吃？你看，你这无食牛肉的啦，秀姐。没有吃牛肉的举手。这边。你不吃牛肉？你也不吃牛肉？哎，妈妈，你这边都吃牛肉哦，七八百哦，规包拢八百吧。这个红烧牛腩，等下搅拌搅面。我好一包偌济，想要叫你开偌济开你了哦。一人炸两包，这摆发五百，等下搅拌搅面，食看卖有够好吃。免五百，两百都什么吃？两百块两百。哎，五百。红烧牛腩什么吃？两百都什么吃嘞？两百还是吃嘞？两包，我先要吃两包，一包我买你啊，我啊，一包我你啊，免五包，两包，你先要吃两包，两包。红烧牛腩还有谁要吃的？两包。妈妈，我问一下哦，你这边拢无吃五包，其他无买？拢无吃。王世坚真的很像鬼王下场，我也超级好吃的呢。全部人相信我一届，有够好吃，一百都一百块买，一百，一百就块买一百块。好吃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买有够好吃的哦。哎，晒啊！哦，你买五包买一百块，我先要吃红烧牛腩一包。一百块钱，我加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。再搞钱，再搞钱，一百。再搞钱。我先要加一百，红烧牛腩一百块，中午啊哦。来，提个牌。中午啊哦，来，谢谢。对，有点像白鱼。意大利人发的，我记。来，妹妹。该不会说士官长？我问一下哦。啊，我士官长会哭呢。来，白鱼不是阿贤吗？哇塞！谢谢，来妈妈，帮台南介绍美食跟家嘛？哎，你做还十块两千？帮台南介绍美食。我有来台南拍啊，不过我还没剪出来，我想说你怎么知道？感谢俊贤，感谢俊贤。哎，该有十块的。小汤啊，发给我一点，特别汤一点。特别汤里嘛，特别爱喝旺仔。哎，那边，谢谢俊贤。我下没有见了，刚好。啊，这个拿到了哈，都还十块两手。我感谢。啊，你有提条吗？不是完啦啦，十块都要提十块。哦，加条加条加条。加条。啊，这个减一条了。老好样了。来，妹妹。你我问一下哦，你今日来到我家，你有想要食？你刚要点菜，有想要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吗？有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吗？还是想要我的签名照而来的？看你要食什么物件，刚要点菜。下巴呀。下巴哦。我就无啊，我食点多，下巴拍照就点多，敢无？啊，敢无？那个尾鱼下巴，尾鱼下巴。我咧食尾鱼下巴，敢无？我换成下巴。还尾鱼的哦。来，我讲啊，买迄小大块买，我卖了较细块。我卖只，我最近卖啊足好诶。应该是啊，最近我咧卖这個，因为我讲最近袂当外销，所以不能外销。最近哦，乌鸦鱼咧潮，潮要外销去大陆，潮袂行啦。啊，但是我先甲你讲一下，有可能可以外销了。所以讲，即种乌鸦鱼即种起大价哦，会起大价哦，因为下个月搁要拜拜，后个月拜拜。吼、哦，夭寿，贵寿，又是黑尾。我换成了下巴，黑尾鱼下巴，黑尾的下巴，
口岸上的下巴。我先来讲一下哦、喔。我手掌是很大的、喔。先袂定，行袂定，只要真会定，歹势退钱。我讲啊，我已经食几百袋去啊，有够好食的。有够好吃的，这么大片，什么拢卖烂，也唔卖搞烧，卖搞烧，也唔会煎，唔会烘。干啦，日本料理店烘一条话者，自烧节安尼呀，自烧节哦。那个黑鱼下巴看起来很像，很像那个鱼排。这外销太大片了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下巴。加两件哦，啊，我应该无。我请教一下，牛肉卤，现场买我只两手，有买过几手？其实是包装不一样。买过好吃无？你甲你讲，你要是讲，都是一样的。买过几手？拢无买过，你买过好吃无？注意听好哦，对，我叫因高音节。他们量够了，量够可以做自己的招牌。对，这个黑尾的下巴，不是做自己的，做自己的包装了。两块开二啊四，我准一百了啊，这个开我就开两百。对，搞用真的用烘的。我讲啦，今仔日算是哦，随便卖，随便卖，今天轻松卖。今仔外汇款就好啦，两块用五啊，这啊，卖用吹，卖用吹，这哪只卖用吹？之前有买过，因为这是完成，完成不了那种。很多挂自己的招牌都是因为量够，可以要求厂商这样做。不然其实都是那一间厂商。一两袋，一两四袋，一包两袋，两包四袋哦。一袋卖讲百五、百二，我准一百了，四袋刚好开四百。自己加个面啊，或者是煮个火锅用那个。什么用汤的？等下用蒸的。来，什么价？五百了，什么价？黑尾下巴什么价？五百块。完整下巴什么价？五百了。来啊，有水无？我先甲你讲哦，你只要煎落一块歹食，哎，少年的，你无你讲个才好食，提顿啊退钱，提顿啊退钱。我昨下讲讨的呢，这欠袂欠偌久啊？真正我上日本的呢，一人六块。